接下来呢，要为同学示范的是点描法。这个呢是线条，粗细练习的一个延伸的练习啊。就是说同学，借由这个，就是你在练习这个点描法的时候，就是再次强化手眼的协调。那顺便呢，就学习一个新的一个技法。那这个技法呢？是比较特殊一点点，它又有线条又有点，不单纯的是，就像不单纯就是说像针笔一样在上面点，它又有加上一个线条，所以呢，它是融合一个点跟之前的那种铜版画、刻画那种线条的感觉是融合在一起的。首先呢，你看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先前已经画好的。线稿，那这个线稿呢？可能不太，这样倒下去又太多了，就是说，没有一些没有那个密合的地方，老师就再给它补一下。好，那点描法是怎么点呢？就是说，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边，比如说这边呢，我们要给它一个，线条，就是说把它的暗面给它画出来，我们就很像以前的雕刻一样，给它刻在上面。那这个呢，你就是要顺着它的，顺着它的这个造型，来做这个动作。那其实这个原理是怎样呢？老师画一个这个，比如说，我们的颜色呢，是从浓到淡。那如果用点描法呢，是怎么呈现呢？就是这样，我们线条呢，从粗到细。然后上面呢，我们再加上这个点。那越暗的呢，我们越密集。你看，这样就有浓淡的效果了。这个呢，完全就是在训练同学的一个线条的掌握，还有明暗的掌握。那这个眼睛呢？这个眼睛呢，我们也可以用点的。怎么点呢？我们可以用白色的，因为我们比较方便。白色，你可以用白色的颜料，或者是你用橡皮擦都可以。那同学，你在点的时候，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阴影，是如何，所以就是它到底是，它的光线那个影子是到哪边，所以呢，你在拍照的时候就要像老师这样，你看，我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明暗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在画的时候，你可以按照这个明暗，来做你的。影子知道吗？就是你在拍照的时候，稍微灯光打一下，打，就类似老师这种大约45度，再偏一点点这种角度，这样你就是你在画的时候就可以顺便观察，知道吗？
然后你看它的影子是随着你的好、哦、这个你的脸啊凹凸的地方好、哦、这样子的进行，就是这样子的、哦、造型的，绝对不是这样呜好、哦、当然你在我们在画动漫的时候后面会比较省略，好、哦、就是说可能没有那么的凹凸，但是呢八九不离十，所以呢你还是要从这个好、哦、基础的好、哦、基础功开始做起，开始练习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要省略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就像这边嘛，你看，像这边，哎、欸，那我们的影子呢？那我们就可以这样，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知道吗？哦，好，哦，这边，这边也是暗的，再给它过来一点。对，还有这个功能就是手掌，因为我们画图有那个手顺的问题，好、哦，知道吗？好、哦，比如说，哎，我们一定是45度角，这样子是最好画的。啊，如果这样呢？好、哦，这样就是达文西，你看达文西是左撇子，所以他线条都是这样。那我们这样画可能就不方便了，所以呢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工具这边，好、哦，有个旋转检视工具，哎，那我们就可以转。知道吗？转到你要的，比如说我们要画这个脸颊，好，那老师可能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刚才这样画下来不太顺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这样，好，歪了，好 ，Ctrl G undo。哎、欸，好，那我们再给它加点，好，这样就是哎、欸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这完全就是好同学这个好手感的练习的，好，就是顺便眼，就是哎、欸、眼睛跟手的协调再强化，再次的强化练习。好，我们就这样一直点。好，如果这样点下去，好，可能这学期的课就结束了。所以不能这样点下去。好，好，老师马上快转。你看，点好了。哎、欸，这边不太一样。好，因为当初老师是啊，忘记。好，看他的那个影子在画，不过也是八九不离十的。好，哎、欸，你看，那点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同学呢，好，你只要好拿出你的大头照，好，然后呢，你再看着老师这个范本，好，你就慢慢的给他练习一下。这样呢，好，你点完这张，好，这张大头照，保证哦，你的眼睛跟手。就可以完全协调了，知道吗？因为点完之后，好、哦，真的手很累。好，同学，好好练习哦。好，我们就期待下一个单元。